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明站 Regine，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Prada 的袋子。这一款是 Prada 的新款来的，它以十字纹牛皮制造，质感硬挺而且耐磨。前面会有它的经典三角形标志 logo， 设计简约又不失时尚感，而且配有可拆卸的锁匙扣作为装饰。入边嘅设计有一个内贴袋，而且容量空间足够收纳我哋平时出街要用嘅嘢。肩带可以拆卸嘅，同条子质料咧系用咗布尼龙，而且仲有品牌 logo 标志添。Prada 呢一款手袋咧实用性比较高，而且咧适合任何场合。如果你有兴趣嘅话，可以过嚟尖沙咀门市揾我。你都可以加我 WhatsApp、WeChat 或者扫下面的二维码加我微信找我啦。